荧幕上有文章哦，呼叫 OK，Google 说请帮忙把荧幕上的文字念出来啊，结果他帮忙搜寻，找一引导到可以安装下载，可以下载安装这个叫做 T2S，T 就是 text 的文件呐，two 二那个 two 啊，英文的音 two 啊，就是跟那个 TO 那个音一样，two 啊，就是到转成。然后 S 就是 speech，就是声音，所以叫做文字朗读发音 T2S，文字朗读发音，哎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可以安装，安装哦，手机安程式 APP 安装太多，有时候运转会不正常，哎呀，比较慢了。直播不晓得会不会受影响。支持导出 MP3 格式文件呢？要安装插件哦。可以导出 MP3 的格式文件，好厉害啊！以前安装的叫做大声朗读啊，也是可以录音的，产生 MP3 档案呢。那不过那个好像是要调出档案才有办法处理。那、啊、这个是直接荧幕上看到就，把荧幕上的文字念出来。看网站的时候，就把那网站上的那些文字都念出来，那就变成文字，变成 MP3 声音档。哇，好诶！加入测试版计划，抢先试用，尚未正式发布的新功能，向开发人员提供意见。哦，好优秀，好优秀，竟然可以加入测试版计划。那什么？这不是荧幕朗读吗？哎，该要的是荧幕朗读啊。都会有广告，麻烦。荧幕朗读那应该能够叫出档案比较好啊。没有办法叫出档案了。哦，Google 文字转语音，这朗读的引擎，中文、台湾，难道可以选其他的吗？哦，真的嘞，可以选其他的嘞。哦，哎，这才是四个哦。哦，管理语音数据，朗读语言限定于，哎，不过上面可以选很多种啊。好呀，好耶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叫出那个档案，然后来念呢、啊？哦，你看这个随选朗读啊，应该是这个啦。哦，相机镜头对准图片文字，哇，就可以透过 OCR 技术大声练出哦，描述项目内容，这么多种的语文，泰文有没有？诶，还没有看到泰文呢、啊。那中文呢？诶，英文有啊，中文怎么没有找到呢？哎呀，不容易啊。都是外国文字的比较多，英文的哈，还可以多工处理嘞。还有 Google Play 上下载，随选朗读。用那个 OK Google 语音助理看看有没有办法。OK Google，请帮忙连到那个 Google Play。
好的，我来试试让 Google Play 音乐帮你播放音乐。还有播放音乐，好厉害耶！我要搜寻的嘞，啊，搜寻那个。没有音乐，嘿嘿，要有音乐才有办法用啊。OK，Google，请进入 Google Play 网站。哦，厉害了，就马上开启网站。哈哈啊，哎呀，OK，Google 真厉害啊！请帮忙开启网站，他就真的帮你开 Google Play 网站了。他那随选朗读，随选朗读哦，按喇叭来念比较快。真的嘞，哇哇，你看这么多，文 T2S 刚刚看到了，这里就出现了，已安装哈、哦，文字朗读发音。大声朗读也有发音，大声朗读，大声朗读有安装的了，要显示要更新了。哦，大声朗读也可以录音的呢，优秀优秀。哦，还可以加入测试班计划，优秀优秀，还听书神器，哈哈。听书的好厉害啊，录音机跟编辑器啊、哦、本来是说那个照相机照的那个书本的字，看看能不能变成文字档 TXT 啦，然后再加上显示在手机画面，能不能把它念出来。这个大声朗读这个还是要开启程式才会开启的文件档案，它才会念，还可以录音哦，变 MP3 档。但是我是说，如果看网页上有文字，能够直接念出来。提供到场干部及读经推广师资成长学习的机会与空间，增强推广服务的理念与使命，使其充分发挥无私奉献与热诚的心。哦十一，本计划若有未尽事宜，得适时修订之。哦，联络人：读经教育推广小组吴亦如0926312455。哦，信箱马尔 tainan.book 地址符 msa.hinet.net 新意义和读经推广专用。哦，注：请多利用团体报名。电子档同步发布于 FB 专属群组。哦，好棒好棒！108/04/28读经教育推广研习课程表。哦，附件一，时间、课程内容、主讲者、负责人。8:30到9:00相见欢。班务回顾、影片操持、文书组。哦，9:00到9:20开班致辞、周前人。哦。9:20到10:30班务简介及读经理论分享谢银泉讲师。哦。10:30到10:50休息时间总务组。哦。10:50到12:00读经班多角化经营谢银泉讲师。哦。12:00到13:00午餐感恩祈福总务组。哦。13:00到14:10解经班家长班经营谢银泉讲师。哦。14:10到14:30休息时间总务组。哦。14:30到15:30社区资源与道务结合谢银泉讲师。哦。15:30到15:50双向问答 Q 与 A 操持讲师群。哦。15:50到16:00 B 班结与周前人。哦。16:00波浪符归复整理。活动组全体动员。讲师简介，讲师提供。谢银泉，高雄市湖内区公所退休。优秀优秀。财团法人高雄市私立新义纯阳圣道院社福慈善基金会总干事。哦。高雄市仁光慈善会理事长。
田伟亲子读经班班主任。第一页，共两页。有需要，4月28号，读经师资培育讲座。就像这样就会念，刚刚还有那个播放键按久一点，那就出现个红点，那个就是可以录音的。按下去那就录成声音档，变成 MP3 档。有需要。我是要那个。随选朗读，朗文读报。还有唯读圣经啊，网页文字朗读发音，好厉害哦！网页文字朗读发音，网页文字朗读发音，好厉害啊！佛经寓言故事朗读，佛经寓言故事朗读。圣经的也有故事啊，识读中文，要厉害啊！还有识读中文呢，你看，识读中文，优秀。这种功能呢，网页文字朗读发音，读报哦。不过广东话、普通话流利大声朗读，广东话、普通话就是国语的，国语的也可以，好厉害啊！大声流利读出屏幕上的文字，无需无关权限，杜绝流氓软体，中文的转语音。APP 耶，更新后会变成坏掉了。问题要在网络下使用了，没有反应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上网，要上网才能够使用。雅婷逐字稿，雅婷逐字稿要安装。和上字幕很方便的，把人家演讲的声音档就变成那个文字档，做影片上字幕这最方便，有的还会中英文字幕，好优秀。还有语音文字互转啊，好厉害。讯飞翻译，讯飞翻译。已经进步到这个样子了，语音变文字，然后文字变语音了。你看，声音变文字了，文字变声音，用这个字典了，优秀。有的也是不好用，或者是出现问题的。这韩文的呢？这韩文的。文字啊，文字变什么？声音变文字吗 ？T 就是文字而已啊。你看韩语的，潜能扫描网。
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图片上有那个韩文啊，它可以变成，哦，可以复制贴上那个韩文的、啊，哦，安装很多手机程式 APP 哦，会可能会造成那个操作会不顺畅的。所以手机啊，要记忆体要够大了。哦，赞赞赞！Please，please，please，please。哎，真的嘞，好厉害哟、哦！他讲话，然后就变成那个文字了嘞。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 very much. 哎，Watch only one AD and enjoy AD free APP，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？会不会要钱啊？你看，怎么会出现广告呢？这麻烦就是这样，操作就可会要广告啊！啊，真麻烦，又不能用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长麻烦呢？都要这样，要广告才能用啊！啊。这真是麻烦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哦，可以选很多种语音呢，有没有办法选泰文呢、啊？越南文呢、啊？哦，印度的梵文也可以哦。印度的是梵文吗？嗯，广东话、日语哦，普通话，香港、中国大陆。哦。日语也可以嘞，韩语也可以嘞，日韩文都可以，英文也可以，好厉害呀！你看，就是为了要读这个东西，扯出那么多东西来了。OK，Google，怎么会跑掉了嘞？画面怎么不见了嘞？